是我刚刚快十点才起来，没有声音，真的要看牙医，辛苦了，哈哈，本人神推，哈哈 ，cheers 企鹅，对啊，我也是好，哎有啦，我还是有十二点前起床，可是没有这么早，哈哈，塔瓦哥，好久不见，哈哈，好久不见，回响。也许今天可以跟他直播睡，没有办法，不行。早安，企鹅。嗨嗨，台瓦哥。早安，早安。嗨嗨，嗨嗨，茄子。刚起床吗？起床一个小时多。这选字什么选字？什么选字？直播的睡眼没有错啊。有错吗？谢谢 Eddie 的爱的抱抱，谢谢。早上都在睡回笼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早上睡回笼觉，不是下午睡回笼觉吗？阳光照射莉莉，对啊，喜欢这个自然光。今天应该是个自然光吧？哎呦，水滴出来了。状态慢。嗨嗨，平平，我什么时间都有睡？原来，嗨嗨，破老杨，嗨嗨，如果是嗨嗨哈泽，风打字未缺啊。今天没有比较不一样，今天一样啊，只是可能灯的关系。嗨嗨馅饼，嗨嗨蓝品君，嗨嗨阿龟，大家早安。还没开场的莉莉，哇！天哪！怎么早上吃龙角散味道这么可怕？龙角散，因为没有声，就没有声音啊。嘴嘴，龙角散，哦。好，没问题，到没？谢谢泡泡的心之冠，为什么他没有侦测到嘞？谢谢泡泡，嗨哥，嗨七月，哭的滋味真的，上次真啊，被发现刚才在看柯南，哭，呵呵，龙角散这么苦，我不知道我早上吃好苦哦。哎，龙角散对于没有声音的时候很有帮助哎。我只能看二十分钟。哎，别回来要干嘛？上班吗？谢谢他瓦哥星之冠。为什么今天都没星之冠跑出来？可恶！龙角散好可怕。看看，我刚睡醒。对啊，是怎么那么苦？龙角散。刚睡醒一个小时，声音还没开嗓。现在看也是二十分钟看完吧。原来如此 ，Abby 回来，所以你去把手机放在旁边偷偷看吗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为什么现在学生要上课？谢谢黑哥的玫瑰，谢谢黑哥的 kiss 啾啾。
大家早餐吃了吗？我还没吃。今天怎么那么早？因为晚上有事。礼物放心里就好，特效只是浮云。谢谢，谢谢，我收到新之冠了，谢谢，谢谢他瓦哥。膨大海泡水，哦，我家也有膨大海，可是，我觉得那个龙角散速度比较快，再给学生看一集。嗨嗨，建环。一边疯狂打气，一边看莉莉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他还不转头看，已经要吃午餐了好吗？我还没吃早餐，我现在都那个睡到12点多，或者是11点多，然后呢就不饿，然后就午餐就是吃午晚餐，就是大概3-4点吃。然后那个午晚餐结束之后再吃宵夜，就是一天吃两餐，宵夜大概10点多吃，然后三点多睡。先问一下卡几点？12点半。谢谢扎卡的 love， 谢谢。谢谢。正常吃。很苦，龙角散其实还好啦，它就是凉凉。谢谢 Eddie 的 kiss 啾啾，谢谢。睡到中午还是会吃早餐，可是这样午餐就变很晚吃啊。你生活作息能在开学前调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从今天起来的，为了调作息。嗨嗨，爱死！嗨嗨，可以的，作息什么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。这种东西可以的，只要一天早起，然后都不要睡午觉就可以了。像下礼拜开学，不要再把我拉回现实了，谢谢。大家ありがとう。谢谢，早安，嘻嘻，早安。为什么我觉得早上比较可爱？早上比较可爱的感觉。开学前两天调作息，傻眼，扎卡原来都这样。体重调回来，体重调不回来。嗨嗨，颜文之。不睡了，沙夜一直都很可爱，没有淡妆哎、欸。早上对啊，早上光线比较好。可是我没有淡妆，妆都画一样的，而且我今天腮红还比较重，只是都被光吃掉了。嗯，因自然光。嗯哼哼，早上比较可爱，晚上比较美。他把哥会讲话。第一天就睡昏，通常第一天都是就是大家在调作息吧，大家不是都熬夜到开学前一天，然后开学调作息。对啊，真的是玩得太开心了，可恶。嗨飞镖，谢谢飞镖的掌声鼓励，玫瑰跟看好你哦。我好像可以变成直接可以恢复过来，也太厉害了吧！坐骑的马跳梯子蛋糕，人民君你要去哪里？一堆人过敏，睡到戴口罩。对啊，还在睡，还在睡。开学隔一周模考，我已经远离考试了，不用面对。现在是上班时间，嗯，好了啦，嗯，考完学测没有啦，还是课还是要上啊。
反正那也不是问他什么关系的，谁叫他要那么晚睡？来来来，老板就来了，是不是啊？乖，那我好好上班。好啦好啦，那平均快去，主管要看回。OK OK， 手准备好，准备。嗯，我也觉得他是在玩游戏。哦，没有听到。哦耶，谢谢。谢谢的，你们自己也晚睡没有？我今天超早睡的，我昨天超早睡的啊。谢谢 US OES 21耶，赞赞赞一波。哈哈，小姨。谢谢大家的红包。哈哈的题，什么取消？躲猫猫还能抢了两包，啥呀？泡泡就说你很爱我吧。西西不表示一下。嗯，谢谢西西的怦然心动，完蛋了，今天的特效都没有出来。以后上班就收拾准备。还是真是没有，还没开箱。真的是刚睡醒。刚睡醒没声音，晚点继续。Eddie 很坏。嗨，北门神推，多喝水，好多喝水。可是早上没开伞，应该没办法。还没吃早餐，肚子好饿，伤喉咙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这样的状态。啊，可是这样的状态好难听哦。我永远跟不到孩子，我每次刚刚在补习，辛苦了，妍妍。这次不是全热水，这次有加冷水。叫学生不能出来上厕所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追直播吗？追，哎，老师，我去上一下厕所，就其实在追我直播。让他们自习，没有，哎，别胡来，要叫学生们打开手机，然后打开 IG， 按下佳丽的追踪。早晨直播用栏杆，有用栏吗？就是想睡觉的那种感觉吗？刚睡醒的例子，对啊，啊，十三岁，对不起，十三岁，拍谁？对不起，我忘记了，你太久没来了，我怎么没工作？相声，去厕所追直播吗？十三岁。这一学期分数加十分，学习成绩加一分，没有，没事。嗨，欢迎战士。忘记刚刚说没特效，星星之冠不见，谢谢，还是谢谢星星的星之冠。因为这个小睡觉，我们都很晚睡啊，然后都刚睡醒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十三岁。是前几天很晚睡，可我这两天都比较早起，我这两天都差不多这个时间就起来，十点十一点。有学生知道我在看 TP， 哎，别回来，你没有跟他说要不要一起去追活动？他现在会啊，他现在会带着去吃鸡了，不然就会被我骂。这个时间入眠我傻眼，对啊，都没有特效，我这边也看不到特效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有更新的，不是我没更新。
一起飘着，我的麦克可以看你赞一波，赞赞，大家辛苦了，各位考生们。虽然我自己，哦，我应该不是啦，我应该不会考自考。今天没有阿雪，阿雪在这边啊，充个电。对啊，让系统还没睡醒。职考应该再看看吧，看我学测考的如何。这状况莉莉好不习惯，怎么了吗？你说声音吗？阿雪在这啊。但是没有，我没有暗示考的不错，好不好？只有不想考职考，大部分人都不太会想考职考。对啊，职考太难了。声音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我已经努力了，可是他没有。嗯，怕声音好像不能，我 so sweet 哦，不是这个原因啊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？我刚才化妆的时候就播音乐啦。职考时间也很热，真的，我没有，我不想考职考，而且职考很难呢。学测没有，职考等于一个导师。嗨，杨兄早安。一家本来就很黑很坏，哈哈阿华，这烤什么不能吃？对啊，刚睡醒，太严重。好了，重金属音乐，不要这样，我也不想考这考，考这考考到中暑，天哪，没有冷气吗？可是现在应该都有冷气了吧？早上好像比较可爱。学测中感冒，职考中暑，也太衰了吧 ！If you like， 还在用东西挂听 ，OK， 没问题。早上痘痘比较大，你又哪里看到痘痘了？明明就没有痘痘，最近痘痘还好。在耳边学文字，喜欢就用，最喜欢欺负人就，呵，一直不管什么时候都玩开，真的吗？嘻嘻。哈哈，加羊。觉得为什么早上是不是？哦，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是脸有点肿，就是水肿，然后结果我又不用贴，然后双眼皮就自己自动出来，然后结果因为就是这边还是一样内双，就这边外双，结果就很尴尬，所以我就赶快让它消肿，所以现在才能两只眼睛长一样的。哎呦！签个到 ，OK， 没问题，成。那个旁边应该很无言，旁边表示可以让我专心考试吗？社会科送我那一分数，哎、欸，谢谢别回来的 Love， 什么啦，杨雄？感觉有点昏沉，有吗？而且变成新鲜柠檬的祈福好运牌。其实我现在精神还蛮好，除了声音状态不太好以外，不用双眼皮贴。对啊，我想要自然的双眼皮。可是我是那一双，送六分赞赞。新加手镯力，手镯力是什么？真的能疼。OK OK， 没问题，别回来，谢谢，辛苦了。我还想睡，比平常无声吗？会吗？眼睛看起来好迷蒙。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还蛮有精神的，只有声音没有正常而已。内双也很赞，真的吗？可是内双眼睛感觉比较小，这声音好听。谢谢别回来的再见，再见啦！谢谢阿华的胶卷。超可怕，睡醒都长这样。手肘攻击，我们这样来，啊，健康操，一二三四，谢谢泡泡的真情告白，真的很糟糕哎，超可怕的声音，
有个自然就是，耶，自然就是美，自然就是美。放个音乐好了。搞错了，是要调小声。被抓到一次送一次啊！抓到什么？好，不然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午餐要吃什么，因为我也还没想到午餐吃。老板，不好吧，婆婆？会不会好点？有，我刚刚有喝啊，可是差不多菜。今天去排买酒精还是好多人。对啊，现在应该都很多人，口罩酒精都很多人。想吃凉面哦，被你这样一讲，我想吃凉面哦，奇人。午餐什么？下步就要睡，傻眼。想吃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想吃凉面，奇人被你讲完，我一整个好想吃凉面哦，可恶。可是现在很少在卖凉面，冬天很少人在卖凉面。凉面要现啊，不是拉面要现场吃比较好吃。我喜欢吃拉面配饺子。你们喜欢拉面配白饭，还是拉面配饺子，还是拉面配炒饭？你们是哪一派的？超商的不好吃，有买三件就可以。Eddie 贯彻始终，早餐店有凉面，当然是便当，中午吃便当。拉面配饺子，拉面配饺子，拉面配饺子，暖和和的东西。对啊，今天天气很好哎、欸。拉面配糖心蛋，配饺子才是王道的配饺子。对啊，大家都觉得配饺子，我觉得日本的饺子超好吃。可是，台湾的话，我觉得，因为台湾是锅贴，那个味道就不一样。就是饺子真的，拉面配饺子真的很好吃。可是，如果我那天就是。我忘记我要讲什么，就是我觉得拉面配白饭也很好，就是也很好吃。如果它没有饺子的话，就是把白饭倒在里面，就是拉面吃完之后再把白饭倒进去，哦，超好吃。还没有吃一个还配东西，哎，我吃我配得了东西耶，拉面单推，配饺子是王道，但比较容易饱，容易饿的孩子。谢谢你食量这么小、啊，烧肉拌饭，蒸饺配蒸饺，食量比我大，对啊，我有跟你们说过，我之前去跟麻油还有跟平涵去吃大。屋，对，就是某一家定时店，对，然后我忘加了三次还四次的白饭，我忘记了，然后加了五次还六次的汤，然后麻油跟平安就看着我说，你还要吃？我说嗯，我还要吃，嗯，哼哼，嘿嘿，对我还要吃，我就是这么的会吃，可是我是看东西吃。吃起来，可是我是看东西啊，我不是每个都吃这么多。
茁壮成长。还有啊，还有那个，我上一次跟面面、跟面面肉肉、伯乐去吃拉面，然后我就吃了拉面，再多点了一个饺子，然后肉肉跟面面说，我赌李佳丽这碗吃不完，就是他叫这样吃不完，然后面面说我也赌他吃不完，然后我就跟他说。我吃得完哦，他们就说我不信啊，结果我拉面快要吃完的时候，那个肉肉说我们不赌了好吧。现在一面都吃饭了，高汤也喝完哦，我汤也会喝完，汤超好喝的，可是汤有时候很咸耶。对，不赌了，不赌了。没有啊，他们就说，所以才开始，不是不是，那个赌注是那个一千块，没有，然后就说我赌一千块荔枝吃不完，然后别人说我也赌一千块，然后就我拉面快吃完的时候，我是先吃完拉面再吃饺子，然后我拉面快吃完的时候，然后就说，哎，我们不要赌了好不好？他说李佳丽真的吃得完，我们不要赌了。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后来我就说没有，我本来就没有跟他们玩那个，只是他们好笑，就是我真的吃得完。然后他们就对，就是他们就说算了。那他们都不知道原来我的食量这么大，2000的不要，干嘛这样跟人家收2000？嗨，玉凯，早安。不会啊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就是大家玩一玩，这啊，我本来就要吃东西啊。是自杀耶！嗨，小雨，谢谢小雨的星之冠。好，还有办法跟你吃一样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哦，赌神血会收，赌神血会收，赌那个前辈的神血，我就算很饱，我还是会把它吃完。我没有吃到那个饼干，我昨天回家的时候，我要拿起那个饼干的时候，剩盒子是 Hello， 傻眼欸，我就把它拿起来。怎么那么轻？原来是生盒子，赞哦！我傻眼，在哈喽，我都没吃到半块，然后就被秒杀哎、欸，秒杀！我回到家的时候就没有了，我傻眼。鱼菜姐，还可以吃盒子，啥耶？赌神血会收？不是啦，赌神血会收。周记涵，直播吃饼干。哦，那个饼干看起来真的很好吃，我都没有吃到。那个 QQ 吃，啊，还要把它推给别人，明明就是你才。这个声音真的很可怕，我的天啊！好きだ君にを見える幸せが君にを見える。妈妈告状说她很吃糖果。妈妈去那个之前去日本回来，然后她都会买很多饼干糖，就是以前。然后现在那个妈咪只要有去啊，她回来都会把糖果藏起来。因为呢，前几次就是他没有藏起来，他就把它放在客厅的零食区，结果呢，不用到一个礼拜，糖果全部不见，然后好像一盒巧克力，他买那个妈咪买了2盒，结果
我一直到后来我才看到韩寒床头柜放了一个盒子，我想说那是什么，我就把它拿起来看，巧克力，而且还两盒，我半颗都没有吃到，我傻眼，我半颗都没有吃到，我连那个盒子都没有看过，我傻眼，真的傻眼，我连盒子都没有看到，但我看到的只剩下那个盒子的尸体，我傻眼。而且我是很喜欢吃巧克力，可是我不喜欢吃糖果，什么软糖那些我都没有很爱，可是我很爱吃巧克力，所以当我看到的时候，好哦，剩盒子，我要问他说 这是什么时候，他说哦，妈咪买的，我说还有吗，他说哦，好像没有了，好像没有了，然后就说哎，我半颗都没吃到，他说嗯，好哦，好什么，哎，我半颗都没有吃到，你也好哦，我傻眼，黑人问号。然后这里还有啊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好像是爸爸送妈咪的吧，然后我也是半颗都没吃到，你看剩一颗啊，剩两颗，然后半颗都没吃到，我都还没吃哦，我们家里的食物都会莫名其妙，糖果都会莫名其妙的减少，我都觉得很奇妙，而且那个消耗速度非常之快啊，对，他现在在后面装啥？哎，我们家去一趟什么全联啊、家乐福啊那种都没有用，因为甜食饮料三天内会被解决，就算你买的再多，三天内都会被解决。不要对着不要叫，可恶！有没有人家里糖果太多？哦，你们把它带回家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三天内全部都会解决。只要一天，家里人多吗？可是很夸张，这真的很夸张啊！上次魔术师他一个弹指，零食都不见了，傻眼。没就吃到，真的马上就没了，我真的超傻眼的。我第一天就上班了，对，不要被嘎啦，一弹指统统跑到韩寒的胃里面，一个张嘴啊，那好像那个那个什么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有一个像那个他会这样啊，然后东西就这样自己进来的那个，不会有人啊，好好哦，我也想要不会有人跟我抢巧克力，我最喜欢吃健达的缤纷的超级三诺什么我不知道哎，三只鬼巧大我不知道哎，就是有一个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只要这样啊，然后食物就这样咻咻咻咻咻想忍不住偷吃你，我讨厌巧克力，我超喜欢吃巧克力的，然后我不喜欢吃软糖，我觉得软糖就是很可怕。对，真的，所以我现在学乖了。爸爸要买糖果回来，我先藏一点巧克力起来，不然我都没有看到东西就不见了。像是那个前几天他们买了健达缤纷乐，然后我原本有看到，结果过了半天之后，半条都不剩。原本买了三包还是四包，就总共八条，然后我都没吃到，就没了，我傻眼。巧克力吃金沙，金沙还不错啊。弟弟不爱甜食，嗯，我比较喜欢，我只喜欢巧克力的。让妹妹好、哦，我什么都没吃到，让她八条都没了，对，八条都没了。就小孩那个
那个弟弟跟 Q 他们有吃啊，然后涵涵也吃啊，然后我原本看哦，我想说好，那我吃饱饭再，结果哦，我都还没吃哦，就没了，很夸张，就没了，我半条都没吃到，你好歹也留一格给我吧，他一条四格，你好歹也留一格给我吧。傻眼，一格都没有留给我，这是最令姐姐喝的，对啊，什么都要让妹妹。刚才刚说今天金沙也好吃啊，对啊，这要说让弟妹啊，就什么都没吃到还让什么，对啊，奇怪，三个加涵涵。然后还有啊，那个之前姐姐说要买金沙，就买那种一盒金沙给妈咪。结果好笑的是哦，妈咪都没有吃到半颗金沙就没了。对哈喽，大人说要让妹妹说，让什么我都没吃到，还要让你，这到底是？绿仔还会买粉丝，好啊，巧克力，巧克力赞赞，巧克力赞。然后那个妈咪就会跟那个弟弟说，你不是要买给我吃啊，为什么我都没有吃到半颗就没了，然后弟弟就他就在装傻，加那个姐姐，我也是姐姐，哎，喜欢吃哪一种巧克力，我都还蛮喜欢的，只要不要是硬币、巧克力、元宝、巧克力那种就好。其实弟弟不是最快的，涵涵跟 QQ 是最快。这是还是跟人家学的，真的，我也觉得。硬币、元宝不行，其他巧克力都可以。大波路也没有很爱，可是还蛮喜欢吃明治那一类。哦，古迪巴的那个小小颗的那个很好吃。哦，我喜欢吃里面有包馅，那个真的超好吃，好吃一波。对于爱吃巧克力的古迪巴真的是神圣般存在，一颗80，对，超贵。比起金沙，我比较喜欢吃，我还蛮喜欢吃，就是里面有包，虽然金沙也有包，可是我觉得 Godiva 的更好吃。瑞士莲巧克力酒长怎样？金币，对啊，金币巧克力那是哪一种？足球巧克力我也没有很爱，4颗7秒。什么四颗七秒？什么东西？对啊，高迪巴超好吃，一颗抵8颗，一个比一个贵，可是高迪巴真的好吃，喜欢，爱巧克力的，对。4颗7秒小手手，4颗，哎，真的哎，哦，我没有吃过冰淇淋，可是感觉还蛮好吃的。小妹，我。以前小时候还蛮喜欢吃大波露，可是长大吃过更好吃的巧克力就觉得啊，大波露 so so。嗨，果树，吃巧克力什么意思？西西，你到底哪里找的那些照片？
丘比跟巧克力球，我头贴着的。哦，我没有吃过哎，我也没有看过哎。我还想吃哦，我还喜欢吃那个，我还喜欢吃那个生巧克力，就是那个是北海道很有名的那个吧？是 Royce 吗？我不知道他怎么念呢 ，Royce Royce 是吗？等我播完。对，机场巧克力。我喜欢吃白色恋人，白色恋人也很好吃。对，机场都有生巧，我觉得那个蓝色的，我觉得蓝色最好吃，就是原味。酥水滴滴啊，哦，我有吃过，我同学有买过，肉也是沈阳一片，好吃哎、欸，生巧好吃，赞一波。没有，他说他肚子饿了，然后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所以我需要。我需要负责大家的就是打理啊，我要打理一切的那种感觉。白色对白色人真的很好吃，每次都没有看到影子就没了。嗨，三卷，富家里一直。原始口味的巧克力送的，真的 ，food coolie， 我是 coolie， 一起煮饭怕什么？我真的会煮饭，好不好？嗯，不要一直叫，肚子好烦啊！等下我先拿个巧克力，先拿个饼干啊，一直叫很烦哎、欸。会炒菜吗？会啊。没有，不是吃播，我只吃了一个方块酥哎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会煮菜，就是国中的时候，不是都要，就是不是有家政课嘛，然后最后一次是要写实验，就要自己弄。然后我们这一组就煮罗宋汤，然后炒高丽菜，然后金针菇牛肉卷，凉拌手撕鸡。还有一个什么忘记，反正就是这样。然后，哦，菜包能这样五道，好像是五道。然后那时候
那时候因为因为要炒的量太多，然后结果我原本以为高丽菜要炒失败，然后后来我就怎样？哦，我用加水用，就是因为它比较，他们撕太大片，就是他们切太大片，然后后来我就加水，就是给它稍微焖一下，让它软一点，然后再就是再调味，然后我原本以为会失败。就是还是用油炒的，可是就加一点水让它焖一下。然后我原本以为会失败，结果那个隔壁班的老师，因为我们有邀请隔壁班的老师来，然后就他说炒的比他妈妈做的还好吃，所以不要怀疑我真的会煮菜。不是因为量太多，然后它锅子又太小，就是你看学校的设备没有像家里用那么好，然后就是你会提心吊胆的去做。老师是不是啊？没有。I want you。 羡慕老师神的境界，啥也没有。有难同当，不会怀疑你在后面哪位？对啊，锅子大小就是不是你习惯用的，然后它的锅子还会一直倒，就是你一定要有人去扶着它，不然它会一直倒。然后这锅铲你是谁该能用的？可是我不是在家政科学的，我是平常跟妈咪一起煮菜。老师当时评没有，后面谁讲哪位？因为姐姐发现有像做饭的活动，赞一波！我真的会煮菜啊！不要不相信，我真的会煮菜。主要是垮掉，一边抓着没有，它是没有办法平放，然后它会一直倒，所以可能会炸厨房。太可怕了，所以我们都不喜欢让他进厨房。没有，好不好，益生菌？不是，就是啊，小姨才吃拉肚子的感觉。哎，不要这样讲吧。木板架，煮到一半解体。炒锅不是平底锅，可是他还站不住，他会一直倒，所以就是你要去旁边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就要叫一个人在旁边拿锅子，他不是，他是有把手的那种，就是锅。变脸比我们做的还好吃。不然我们应该可以来一个，就是三个小组，我们来比赛，煮东西。昆布鱼还是虾拉面？是哈喽？不是抓的那个就是它不是平底锅，可是它下面就是有，算了，我不会解释。不是把手在左右的那种。B 组感觉比较强，啊，有七七啦，有七七。超厨房，炸厨房的，对啊 ，B 组有七七。那平时的话可以准备一下味料吗？刚才不要啊，就不要来吃啊，嘻嘻。A 组有 Mina 会 ，Mina 都做什么？A 组有谁啊？
对啊，我突然想到，就是那次塔可趴，然后我们在弄东西的时候，我忘记柏林做什么很好笑的事情，让我想一下。那柏林不会煮菜，真的不会煮菜。然后我忘记怎样了，就很好，还蛮好笑的。我忘记发生什么事，反正就是跟厨艺相关的东西。消防局，我傻眼，我傻眼。伯乐不会煮，立德会煮菜配。对啊，伯乐不会煮饭。然后叫厨房的，一下警察说：“荷包蛋很厉害，真的、哦。”伯乐不会煮菜，没关系，我会煮就好了。还要加卫生纸，傻眼。傻眼，不是，好像也不是，我忘记了，我真的忘记了。瑞婷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还哎、欸、真的吗？娜娜前辈也不会啊，中午要吃啥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想吃凉面，有加泡菜的那种，就是有些会放一些泡菜。电磁炉不会炸厨房，没有，有油哪里都可以炸。试试音指定荷尔蒙，打探的问题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感觉波乐跟那个娜娜小妹应该很像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当那个波乐的。彩西前辈，不要听到应该直接怕吧？为什么？什么怕吧？有电就可以炸，对啊，哈哈，没有。哪个对啊？超开心的。这种现在好了，我需要太阳镜，不要好，不要给你太阳镜。然后你知道，他们前几天吃鸡，然后我就在跟伯乐聊天，然后聊到后面，然后就是他说他要先去洗澡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，我可不可以？他就说，因为我那个我就聊天聊一聊，他就说我要去洗澡了。然后我就说好啊，爸爸。他说那个我洗完澡可不可以去跟他们玩一下吃鸡？我就说好啊，你去啊。他就说，然后他后面说什么不要讲，什么东西？好像我学妹跟我说，就是10年前，不是洗澡卡，不是洗澡卡。没有，他还问我说，可不可以去跟他们玩吃鸡耶？最后一句就不讲了。对，没有，不是重点，不是发洗澡卡，重点不是发洗澡卡。他在聊天之前就跟我说他要洗澡，我就说好，那我们聊，我们就说好，那我们就聊一下，他再去洗澡。对，重点是还会嫌我。我想说，你那个，他是问说，可不可以，等下可不可以跟他们玩吃鸡，一起洗。哎，那个柏林，你会开水吗？傻眼，洗到洗两天还没出来。
重点是他居然还问我说可不可以去。然后通常不是说，哎，我等一下玩一下吃鸡，那我明天再聊。他就说可不可以去玩？他会被你抓？哪有？不是。洗好毕业都还没洗好。就不要卖菠萝了，就不要卖菠萝。阿基们，一碗吃鸡就忘了节省。嗨嗨嗨嗨，陈平，我刚刚讲完你才进来。小笨笨，真的拜拜，还有可以干嘛？没有，最后一句真的不能卖，不行。就说不行去玩，没有啊，我就跟他说好啊，你去玩。他说最后一句不要，最后一句不要买它。我都觉得是不是我听错？我一定要想办法，我不会直接这样打过去，我不会直接这样打过去啦。我如果要跟他聊，会先跟他说。不要，还会把我监视你什么？你平常是被撒盐噎上瘾？对，怕闪瞎你们。确定什么？什么？一起洗澡？什么一起洗澡？一起睡觉？不会啦，我不会突然打电话给别人，我都会说，哎，你要不要聊？他如果说好，我才会。我不会突然打电话给别人。我刚才记下了，好不？一直想我有在搜索的，没有啊，没有，不是我的。世界上他直接出去玩游戏傻眼，一直要不要聊？聊啊聊啊聊啊！因为最近真的是寒假太无聊，所以我们每天晚上说要不要聊。对，刚才聊完了。对你进来的时候刚好结束。好，反正那个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他们前几天在吃鸡的时候，然后原本我在跟贝尔聊。然后他们有先约吃鸡，然后我就说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先聊一下。他说那聊一阵子之后，我要去洗澡。然后那个后来到就是我们要聊完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，那我要去洗澡。他说那我等一下可不可以洗完澡去跟他们一起吃鸡？对，这是重点。一直我想跟你聊聊，你要聊什么？想聊什么？对，不然没来太可惜了。不要泼我冷水。好可爱的猫，谢谢你。聊开学，不要聊开学。而且你知道最后一句，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听错，可是好像又不是听错。但最后一句是什么，我就不讲了。谢谢千平的掌声鼓励。波乐不是暂时是例子，波乐一直都是例子。你就自己讲，继续。喜欢哭吗？我要已读你。对，最后一句不能讲，你们自己去。不是，林果不是。就那时候听完我有点啊，就是瞬间宕机，太没了，不行啦，他们都组队一起打、欸，然后就只有我在跟伯乐那边聊，不行，不要说，你们自己去问伯乐。
不是不是，你们自己去问伯乐。你看你们看他不要讲，可不可以他自己忘记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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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那时候他讲完之后说什么啦，对，我是这样回他，我说什么啦，对对，我觉得我觉得他忘记了。谢谢晴湖的祈福好运牌。我没有干扰他玩吃鸡好不好。对，现在去想说会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波乐应该忘了。不是，不要不要，对，我要帮那个波乐多吸一点人过去他的直播。对，突然被撩措手不及。就平常都是我在开玩笑，然后结果他突然一个撩就是。好吧，我很大胆吧，喊鸡太吵，他真的很夸张，可他最近还好，被我妈过之后他在戴耳机玩。哥哥原来下来又下来嘛，对，你们礼拜天自己问他，可是我觉得他应该忘记了。这个 CP 叶佩闪没有叶佩闪。对啊，十年音。他讲完就真的是瞬间断线。李彩姐到底要玩到几点？谢谢 Jack 的怦然心动。嗨嗨明，哪有羞？对，没有啦，因为我是一个还蛮好睡着的人，对，基本上不要太大声吵醒我。没有商业 CP， 那去跟 B 同比起来呢？威力差不多强，我觉得威力差不多强。我觉得他应该忘记了。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吧。可是你才觉得对，真的超蠢。不是，不是，对，不会直接说。你们自己去问他。你们还有两天才能得知答案。呼呼呼。你看，你们看他自己要不要讲？他不讲就算了。告白环节？什么告白环节？一直吊胃口，专业吊胃口。两天怎么这么久？你们慢慢的，加油。对对，讲的人完全忘记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听不到了。可我觉得他应该是无意中讲出来的，所以。他应该没有意识到，胜利者开心，不了我的，就跟我说不了我的了，他应该忘记了，所以你们应该得不到答案。我不想知道，我泡泡，不要讲，这讲出来会毁了那个播音的人设，不行，无意就真难过。有时候讲的人会耿耿于怀，谁会耿耿于怀？哼，才不要你住在北了，北了我的啦，我的，快回人设开始想知道。会毁人设吗？感觉会毁人设啊。提示是哪一类的话吗？没有啊，就有特效，有了吗？会毁人设吗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会毁人设吗？感觉不是他平常会讲的话的那种。
你们自己去问他。可我现在应该忘记了。七个不会说话。对啊，要帮他们处理。对，谁都不能跟弟弟抢分了。是要跳去上班了，逃避了吗？可恶啊！不行不行，我要把你们全部绑住，强制发熊来力的糖。请问是飞机上可以直接给他吗？不行，不行。哎，波乐乐回我了，他回我讯息了。你们想要现在问吗？一直午餐要吃什么？我想吃凉面，可是你去吃凉面就要去外面吗？他回我讯息了，有收到谢谢两个字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呀，我问问看，我问问看他想不想说，我问问看他还记不记得，他不记得就算了。等一下啊、哦，你是上班人给我扣。嗯，噔噔噔。共产量直接赢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问看他记不记得，他不记得就算了。丽子是个好人，傻眼。如果波乐不记得，不会啊，不会感伤。我想看他还记不记得。记得哎，他记得哎，等一下，等他回，上完先跟我说。哎、欸，他真的记得哎、欸，我好意外啊、喔！我以为他是随便讲的。秋山虾，等下等他回。排队领墨镜，来来来，排队领墨镜。懂有没有看方山？渣男排除。你说波乐乐吗？对啊，波乐乐居然记得。耶、yeah. 一大早就被删，一直见到姐十二点半。上个月还有查理，耶、yeah. ！对谁来讲，当然记得。没有不行，我一定要就是粉丝错觉，他一定只有对我讲。好，算了，我自己讲好了。啊，可是自己讲真的好可怕哦。
算了，还是等他好了。跳进山，哎、欸，你们不能去吃饭，你们要在这边看完，都只差十五分钟哎、欸，讲吧，行不要，我想让伯乐自己讲。没有，我说自己讲是看他等下要不要那个，看他等下要不要接电话。突然觉得自己好会吊胃口，我每次的影片都在吊胃口啊，走吧，冲要吃啥？不是啦，我的意思说让他讲是等一下打给他，让他讲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走，哎、欸，不行。我们看他要不要那个。午安，不要，你们不能休息的。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，等他回我。哎呀，真是时候。好，算了啦，我现在讲啊，如果之后那个之后要听伯乐讲的话，你们再自己去看他，自己去他的台讲。我们再来重新，回了题没？你要讲什么？就是讲那个的那个，就是好，前几天吃鸡，然后前几天他们要玩吃鸡，然后他们有一个吃鸡群，然后他们就说什么十二点要吃鸡之类的，然后呢，那时候就是。那天我忘记是怎样，然后反正就是有跟伯乐见面，然后就说那我们回家继续聊，然后他就说好，然后就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先聊，聊了一阵子之后，就他聊之前跟我说，然后聊了一阵子之后他去洗澡，对，然后他就说哎、欸，就我们就聊差不多了，他就说那我差不多都要去洗澡了，然后我就说哦好啊，那你赶快去吧，然后他就说那我等一下可以玩一下吃鸡吗，我就说哦好啊，没问题啊，去玩啊，然后好，这就是重点，准备好了吗？哦，我自己都讲不出来。他说重点，他说感谢老婆大人放心，对。对，然后我想说，嗯，我听错了吗？我想说，我还以为他已经忘记，我以为他随便讲讲了。好了，大家可以回家了。我那时候还想说，刚才柏林是被盗吗？耶、yeah! ！散会，果然还是好吧，画面白，对，画面白的，不会一边是负责。对，不要自己讲了，就算没有录音太可惜。刚刚闪到卡，所以是哪一句啊？感谢老婆大人放心。我想说，真的是吓死我了。佩子醒醒吧，别幻想，我真的以为我那时候听错。然后他讲说感谢老婆大人放心，他说啊，你刚说什么？这不热热是要吓死谁？闪到腰。大家可以去苏丹，
从哪里跟学校？真的，所以就说Bella是爱我的。Bella是爱我的，大量有。对，你们下次要听自己去听Bella讲。不要，好尴尬啊！还要一再重复，全部下，哎，松烟烤肉记得报名，什么啦？我的学校一直助攻才有可能说什么意思？啊，你说直播吗？反正他的直播我都会看啊。不是，栗子真好红，对啊，栗子真好红。对，不论是爱我，他开始是爱，他爱的是我们，没有，他爱的是我。被你们玻璃踢出，放行，因为我让他，就是他问我说他可不可以去打那个，就是吃鸡，他问我说他可不可以去吃鸡，我说好啊，你去啊。然后他说感谢老婆大人放心，放心，但是表示做了亏心事。栗子，我说你刚才听你说这句吗？你说什么？感谢老婆大人放心，是吗？他觉得午餐没味道。谢谢产品的 love， 谢谢。你的脸可以煎牛排，为什么？渣，我没有渣，我没有这么渣。谢谢西西的白眼。一直下次要回礼吗？看看吧。不要，你们不要玩波乐啦。本来是我的，没有脸红哎，实力超勇就伤害了。本来我的小雨，本来我的，谢谢真真的 love， 谢谢我的，就跟你们说说我的，不要刷，不要，你们不要让本来尴尬好不好？不要让他尴尬，后宫要失火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感谢老公什么鬼？我怎么要被闪到我不睡觉？哎呀，宝贝就可以把地址放置。对啊，如果你们跟我宝贝说你们要去看波乐，你们也可以把我放着，没关系。好不开心，看人闪好难受。哎、欸，你们都要走了，傻眼！我跟他说，你们为什么会知道？我为什么没有？我刚才跟他说我要讲，后宫佳丽放传中，大家可以回家。不行，对，不然还有妹妹军团，没关系，妹妹不一样。我去看一下啥什么东西，好喝苹果，好哦，好哦。栗子我可以去看，你只可以看栗子，我都不说你还帮那个安安剪精华了。周六气成这样是因为没有宝贝，周六气成这样受伤休克一段时间不行，开始成玻璃的栗子拜拜。我傻眼，他把哥把学长栗子跟人跑，我没有跟人跑，被波乐妹妹们下药。不会，我要把护士说你老公何时要来，我傻眼，来去他，好难圆，好啊，林果 ，OK， 对啊，你们都没有报备，没有报备就算了，有报备可以，没报备不行。只准立成，不准粉丝点灯。点灯什么？跟立成可以去波乐乐台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不会啦，他下一次直播是应该是礼拜天的晚上9点吧？应该还好。不，我跟他，我这礼拜二会跟他撞而已。那个小宝贝没用，没有事后宝贝。我追这么远，我一个人会好。他要看你的小剧场。
明天礼拜天吧，礼拜天还是明天？我们只有一天会撞，而且撞半个小时而已。他九点开始，我播到九点半，礼拜二。礼拜天，对啊，礼拜天晚上九点。我就说我知道吧，对，你们都没报备，你们这群人都没有报备，报备就算了，还没报备，重点是没有报备，真的很烫哦。报好报，请问报备报备列还有几号？谢谢九蛋的荧光棒，面试金牌来了。好，我真的要去看啊，只能看例子，对，只能看例子，跟伯乐还有涵涵。不用报备，资本登记开始喽！传下去，传下去。扎卡去看前面报备，对啊，扎卡还捡了二期的精华。No no no！ 感谢妹妹带来放心，没有西西你不能出去，你要照顾好你妹。哼，让粉丝拿直播漂亮的报备，笑死！不用报备，只看你，耶、yeah, ！谢谢您。我要说感谢老婆的放心，我应该不用跟栗子宝贝，你跟伯乐宝贝就好了。刚好这样的话，刚好宝贝好像能去，一般就是对半个小时我就会去伯乐乐台，不用宝贝整轻松，跑跑，双标，对啊，对你双标啊，七栗子带来放心的。一直才有 no no no， 因为布丁跟我传教了 no no no， 哎，打我眼睛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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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感谢栗子大家放心 no no no。嗨，是你们有卡吗？什么卡？我没有卡，我超顺的。历史差不多，我这也还好啦，还好。跟阿雪报不要去看 Cookie 了哦哦。嘘，传应该听不到，那会被历史闪到。躲猫猫一直都是卡卡状态。所以泡泡你应该有听到吗？栗子我要去问别人了，栗子好，感谢老婆大人，傻眼，不知道他们应该是在玩吧。对啊，没有滴滴滴滴滴滴在惨叫，对，滴滴在叫，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。就算栗子有分了，我还是很喜欢栗子的。耶耶嘿，没有，他已经起床了，他应该是被我吵起来了。对啊，姐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跟妹妹，去哪里都不用问，就听不到声音。真的吗？太阳晒屁股，丽丽和丽丽和菠萝了，怎样？两个都爱啦，耶、yeah ！被煽情，怎么怎样？两个这个这个超级偶像，什么什么什么？到处看，有机会听到，快点听！这个超级偶像，谁啊？谁说的？他好哥谁说的？哎，那个二期有没有？就是说对我们的印象啊？你们有没有去听啊？我没有每个，我没有每个都一直挂着。安安说的超级偶像，怎么说？为什么说超级偶像？好好哥啊，那我台都不留言，去别人台子留言。你说你感觉他人好，笑死！有吧？太多了，不记得。一直前面很高人，到底是谁说的？哪里高人啊？我只是。还不熟的时候，我不太会跟人家就是啊，你懂。可是，一熟起来，我就可以，就是我比较慢热，对。可是，我只要熟了之后，我就可以就是跟你很嗨。可
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就说啊你好这样子，就是对，就是我不太会交朋友。没看得起，没看得起，不知道。扎卡乖，而且说例子超正，这他们真的没有看错吗？我早上的态度都很棒哦，原来如此，吃陷阱题，没关系，今天不算，今天不算，我是想听一下而已。谢谢就是高人，你有慢热？对啊，慢熟啊，一样呐，一样呢。对啊，而且有开播了。慢热到底是慢热还是慢熟？今天开播到几点？12:30。现在在那边一直看一下，行不行？再看一次可以看我。慢熟，慢熟，慢热，慢熟。好了，听得懂就好。慢熟。谢谢西西的人气卡。阿杰踩我，扎卡什么时候会变暖卡？我扎卡就算不是暖卡，我也会强制让它变成暖卡。今天也真好看，真的吗？还有认真，时间差不多，对啊，对啊。然后就把你取给林杰，傻眼，又我，电要充满，笑死。二期都说很喜欢栗子前辈你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怎么他们怎么说？他们怎么说？应该是因为自然光吧，很会。西西说。栗子西西说要踩我了，你看你姐啦。强制暖卡，对，强制暖卡，强制把扎卡变暖卡。扎卡你只可以捡我的精华，不可以捡别人的精华。对，然后记得把今天的那个菠萝片段剪上去。好吧。大家讲的话，开玩笑的啦。像我现在的话就多了一些，好啦好啦，开个玩笑。哎，我上次真的是开玩笑，我发现大家都太对，就是往心里去了。不是乒乓乓，是不是要下班？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要多聊一下。对啊，开个玩笑，大家都太往心里去了。栗子一直很矮，他也不能让栗子让我般配。对，而且我跟不那个不是唱歌也很好听。嘿嘿，栗子说觉得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栗子说没清楚刚才说什么，那再一个攻击。哼哼，不会讲没有，不会讲那句不是开玩笑。不会啊，栗子的全部都有，包括菠萝吗？哼哼，因为在栗子睡，在栗子睡在乎你说的耶、yeah ，没啊，你就在心里，赞一波，哼哼，嗯，很搞笑，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。嗯，学习中。本人那句不是玩笑，本人是认真的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没事。贴推了贴看直播，外面安静，对啊，外面安静。当的 wink 电击。哼哼，不不不不不，对啦，不不不不，怎么没人要看我秘密专辑？没有啦，桃花哥，胸标在这发动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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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对，是不是最近的口头禅？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 ，OK 的 ，OK 的，地址才没有商标，没有商标。一三一四，我第一跟不上。听到好像在柔性劝导，有吗？我都没听到，你有听到？好 ，Abby 回来，乖。耳朵真好，我也没听到，我自己都没听到，西西到底怎么听到的？这太小孩了，对啊。好多栗子枣，圆圆的栗子枣，每次有的时候新劝导有用。他不是出去劝导了吧？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没想到，什么没想到？我每次讲话都忘记我刚才讲什么。哎，我要念榜咯，我要念榜咯。柔性，柔性劝导。特殊啊。有欸，我很想挑战短发，就是短。可是我觉得我还是不适合，我还是比较适合长头发。哼，再短就没办法了，再短就不适合。长发跳舞就这样，对啊，这样就剪短发，脸会圆，就会真的变一颗荔枝。对啊，适合长发。我也想剪娜娜全飞的头，可是真的不适合，只适合长发。对啊，不行啊，我还是没有办法念出那两个字。对啊，我可能比较适合长发，短发就给博乐就好了，脸型才好看。剪短发就变一颗栗子。感觉长发比较好看，我也觉得长发比较好看。对，我讲不对，没错啊，话我讲不出来那两个字。不行，我觉得太害羞了，不行。真的，我希望我也可以剪短发。不行，太害羞了。对呀，还不能，另外就傻眼，那会啊，我就觉得是栗子多好看，耶、yeah. ，不行，没办法，那真的太可怕了，我没有傲娇，快说他小弟会被他姐妹傻眼，对啊，就看明明你比较傲娇，一直怎样都看，耶、yeah.。不要，你们不要逼我，不行。波乐逐渐变长，因为之前也是短发，没有波乐，还是短吧。跟他之前二单的时候比起来短很多哎。波乐，我还在等你证明。No. 对啊，他好像再一阵子才会去剪吧。不是，没有，哪有辜负他的心意 ？No， 不行 ，No. 不是，谢谢唐雪。初中妹妹，干嘛这样？我没有扎，好不好？
我哪有渣？没有渣，没有渣。No no no， 没有渣，没有渣。No。不然越剪越短，还是一样可爱。不然不管怎样都可爱啊。不行，不行。No. N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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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公公的声音。老公公还好啊，现在老公公。不然会心寒。不要，老公公根本根本不想听到，太可怕了，这东西啊 ！No. No. No.我也是，我曾经最怀念剧情。是，对啊，有修没有？可是我已经修一段时间了。老夫老妻的时候是 hello， 老公公，耶嘿，老公公。不是，是我的泡泡，我的。只会打过呼吸。No no no。No, no, no. No. 不行，我还是只会叫伯乐乐就好了，不然他到时候听到我叫他那个一脸惊恐怎么办？傻眼，韩寒我婆，没有韩寒修的，另外是韩寒修的。不是啦，我是说那个，我是念那个留言，傻眼，我黑人问号学过吗？好了，我念榜了，我要念榜了，我要念榜了，念榜，给一包糖。好了，赶快念好了，不要好了。第一名是 Eddie， 谢谢谢谢 Eddie， 看一下，谢谢，真的真的真的，谢谢要不热炒就这样，真想要这个第六步，但是我立马变心，我老是在玩手机，就是一直想练什么。对呀，我也会乖乖乖耶，要乖乖待在坑底哟，不管是谁都一样，嘿嘿。对啦，不热床就是香啦，不热就是香。第二名是黄鱼，谢谢黄鱼，谢谢，谢谢黄鱼。水水，谢谢黄鱼。第三名是 Abby Fly， 谢谢 Abby Fly， 谢谢，谢谢。谢谢 Abby Fly。第四名是林果果。谢谢谢谢林果果，谢谢帅帅。第五名是臭嘻嘻，谢谢臭嘻嘻，谢谢。好像有个妹妹啊，好，谢谢嘻嘻，我会加油的。我会加油的。第六名是喜乐库玛，谢谢喜乐库玛，谢谢谢谢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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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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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不过可以看到出来在上班嘴上猜意思。好好，
第七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阿基拉。第八名是泡泡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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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爱，最爱栗子，最爱奶奶前辈，最爱彩西前辈，最喜欢我们三个的泡泡。对，我快没梗了，可恶。谢谢，谢谢泡泡，谁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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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九名是鱼凯，谢谢，谢谢鱼凯，谢谢，谢谢，第十名是明，谢谢明，谢谢，谢谢明。第十一名是扎卡，谢谢，谢谢暖卡。对啦，宣誓忠诚一波啦，臭扎卡。这场分享当然是最爱例子啦，谢谢鼓励，鼓励一波。第十二名是富伟，谢谢富伟，谢谢富伟，谢谢神推例子富伟。对啊，栗子要乖，好，栗子会乖。第十三名是北人神推，谢谢北人神推，谢谢北人神推。第十四名是林哥，谢谢林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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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十五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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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大家，来看一下，补一下，补一下，什么什么？哈哈，巫婆没有，那不一样，那个要吃啊，要吃午餐，没有，一个是老婆大人，一个是巫婆，不一样。那栗子和绵绵什么意思？今天放在里面，嘿嘿，发完有想到什么什么，发完有想到，错过念吧了，那我再念一次。谢谢 Every Fly， 谢谢第三名的 Every Fly， 谢谢，谢谢 Every Fly，Every Fly 加油！臭虫子在臭兮兮。我让爸爸爸名，我让老师不会打错字，直接说到底。大家觉得本日的精华是什么？抽是荔枝冠名的，老婆大人快去吃饭吧，开始吧。Popo， 可是我现在不能讲，不行，这可恶。你应该没有发现到什么吧？好像有，好像有，好像有看出什么东西来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看的是不是对的，可是我有发现。一直没有他，应该不会吧？我会吃午餐啦。不会让他担心。就是，臭兮兮，臭兮兮，臭兮兮，像那个香水那个吸球，笑死！含吃完糖果的部分，还绝对不是放散。笑你不能说，现在没有太阳，最靠眼前的事物，傻眼。说的坚持或进化出来，长头，对啊，对啊，对，长头，我有发现。好啦，那大家拜拜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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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波，拜拜一波。拜拜拜拜了我的。
大家拜拜，拜拜。姑奶奶不是姑奶奶，赶快去吃午餐，不是姑奶奶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。